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Days。哦，哎，国际版的体黑屋也已经超级现在觉醒了。然后在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嘛，国际版的体黑屋啦，它的伤威在血量跟攻击上面都比日版来得高。那么这一次就打算来尝试用一用啦。哎，我这一张的话是零路的嘛，哎，零路的，然后伤威攻击数值是15091，那么我日版开了三路的体黑屋的三路的那个攻击数值是15758，也就差了那么的一个600多700罢了。零路对比三路，嘛，所以国际版这边假设是有开到两路以上的朋友啦，吼，体验感上面在火力的那个快感，然后绝对是不同凡响的啦，一定爽。那么这一张就连接是没练满啦，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，我来感受一下啦齁。国际版 55% 的体黑乌吧，那么队伍是长得这个样子， Zamas Team， 然后 vs 超异形龙，很久违了超异形龙的这个关卡。然后他的这个世界混乱的 supporter member 力啦齁，我还没弄满，所以这边就用这未来篇的就好，反正大家都是未来篇，还行。OK， 这边的话其实把它放在哪里啦齁都没有关系了，我看这个样子的摆放就 alright 了啦。嗯，60000，这干嘛的，确定一下啊，已经超极限了，我感觉数值好像有点低。OK， 这边10颗猪下去了齁，还没有叠上被动吧，对，33万没开路，不过防御地面上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差距了，大家都长得这么个样子罢了。杀得到，不要先攻必杀，哎，攻防能力扛上来之后了齁，这个火力1000万，Boss Carry 还没有连上来，靠北，你这个回避。被打三下了，然后再来多两下就可以满被动。哦哦，必中的这个 logo 也已经是弄出来了，因为它不哦，它改成回避，而不是它改成必中，而不是不能回避了。现在，等等，看一下哦，它的词汇是不是有变更掉？就怎么的，死回避无效啊、哦、？OK， 是这个样子。然后都么？骂，我们会都不影响，哎，都不影响。嗯，有些就这个样子。不过在这个关卡来说，体黑雾它的转足是没办法全力发挥到完了、啊，因为就缺少了那个超细的敌人，没办法转体足，这一点就比较可惜了。可是要么就是全超 boss。要么就是孙悟空系谱的敌人，要不然的话队伍也很难去做太大的调整。铁物强鬼强啊，但是在被绑定的情况下会用起来比较麻烦。但如果是讲没办法转红珠，可是可以转体珠打超细的敌人的话，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啦，因为其实不太影响他的整体发挥啦。可是就转租方面还是会影响，实际讲到来靠北，如果队伍不够准的话，不够齐全的话，而且他的那个攻防啊齁会少掉10%，这边也是很影响，所以还是超 boss 啊。虽然说只有一个比较限定的队伍，但未来可能有孙悟空系谱的敌人啊也 OK。 好啦，我这边30%减伤，真太恐怖了，再加上全属性战斗，实在是无高猛。哎，够了够了。这边的话就暂时让他啊站在一号位啊。算了。哦，这个也是这个样子，要不然的话他可以吃到的猪就偏少。嗯，这边就提升了一点点点。7颗猪。有一双。哎，48万多，啊，等下 boss carry 如果是25%有触发的话，他就会登猛了。
那国际版它距离九周年然后已经是非常近了啦。大龙石存到怎么个样子，我之后应该就是要花一点时间来弄一下国际版龙石。目前累积的龙石然后比我自己预期的还要少，原本以为已经可以突破1000颗了，之前在上一阵子的时候，因为我累积了四五百个那个龙那个任务嘛，结果领出来到过后然后才三四百颗罢了，并没有很多，所以前面花太多了。然后这一张体黑物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啦齁，就是它可以降攻防。现在的关卡来讲的话，有一些是可以拿来降，就还蛮不错的，像那个蓝区，然后新的那个小普屋关卡都能做得到吧。こっちからの最後は。不过等一下，菲尔多应该会是让好友的来开啦，所以也就是下一轮就要开了，然后后一轮再留着我自己的。那反正这个就差不多是这样上下啦。可是血量没有被打下去的话，然后 boss 凯尔没有触发的话，好像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或者就是说没办法看到最大的威力。看到那个体黑物会超极限过后，然后我看到我国际版的拥有，我就赶紧的把它给练，结果还是来不及。官方这么快的就在国际版把它给弄上来，就是没有意想到的事情，官方会追到这么快，原本以为会拖蛮久的，竟然会是这个样子。OK， 哇哦，这边的话，哑巴，看一下哈，现在是这样子。国际版这边也是要看啦，来了。然后在七八页的时候，我方的灵异技能然后会扩张了。到时候也不知道官方会是怎么个去整改。哎，灵异发动 ，Fiddle， 大家攻防都上升。哇，还不错，四颗红珠，再就行动前，66%的减伤，然后这边10颗珠，被动哦100。14万，55%罢了哦。当然，这个是有 Fiddle 提升跟那个 Supporter Memory 提升的效果下啦，当然也是很足够的啦。此外，克数被克数，可是有66%减伤。然后将下一轮我们的体黑物打出来的火力，然后是有 Boss Carry 的效果啦，555万。但前提是然后这个体桃红不要把对面直接给干挂就是了，因为他是有机会做到的，就是这么的猛，威猛无比。好啦，摩托，再来，全部连普攻 ，OK，Nice。不过我这边这一对辅助角色就不多了，比较可惜一点。这个血量我看就这么个维持住就好了，2243吧。OK， 九分大，九分大，两位 take it， 让体黑物触手一下啊！好 ，OK， 刚刚好啦，2196万，没开路的，只要一袋，就此而已。哇哦，海马，这个这么个摆法，我要把那个紫通给移走，两个 wish， sorry， 这边前体攻击实在是太多了，一定死人呐、啊！呜呼，好嘞。就不要回血了，让血量在80%左右。
下一轮可以转租，那下一轮绝对是可以把对面给干爆就是了啦。然后有两位可以转红族，然后全部都是提速的。不过下一轮干不到的话啦，那倒是还蛮奇怪的事情啊。这样咱们在这一哦，阿香鼠，咱们不要回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要搞事。啊，紫桃红最可惜的就是看全体攻击的耐性是没有的，一定要行动之后，虽然说行动之后是真的强啦。Yes， 这个关卡已经是变到很轻松了啦，只不过单纯就是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起黑雾在国际版这边55%，老实说这一个实力啦吼是很不错的啦。然后刚才大概是113万的防御力嘛，除2.5×4，大概行动完过后180万，没开路这样子的数据，当然啦，就是讲要无道具扛我们最难关啊，360万啊，266万啊，是没办法啦。但就已经是比起很多纯数值角色啦吼，好上很多很多很多了啦。OK， 才八颗，才七颗啊。塔利奈娜，七颗，八颗，嘛，这个样子好了。对，三颗珠。哎呦，最后会回这么多血，那就算了，给你一颗红珠就好了，就不多留你。对 ，OK， 状态全满。彗星2068万，那基础都是八颗珠左右，2000万的火力，没开路来讲的话完全是可以降血的啦。那如果是国际版彩星的话，然后2500、2800应该是比较平常可以用得到了，在桃红菲勒斗开上来的时候配上差不多两个力。哎呀，零六楼这个实力实在是有够爽的，有没有？好想要、哦！我也希望我的零六，哎没有，日版三路都没这么痛快。虽然说日版那边在火力上面目前啊，因为是开了三路的关系啦，有15000气，多了一个700，所以整体来讲一定会更高。但就很可惜啦，哎，直接留那么一下，你好意思 ？OK 啦，你是想要让他们全部触手触到尽也是 OK， 447万，哎动 ，OK， 这个就是基础用一用国际版上面的这个55%体黑雾。还可以用啦，当然是不推荐，不特别推荐大家换啦，除非是喜欢用这个体桃红的朋友才来考虑，因为它的转红族对体桃红来说是真的有用。在分身之前，也就是 Fieldor 之前或者 Fieldor 过后都是 OK 的，都是 OK 的。喜欢用这一支的话，然后又没有这一张的话才来考虑。55%都有不错的能力啦，用起来像刚才讲说可以去到180万这么上下，如果吃的足更多，然后队伍更齐全，有一些其他辅助，可能还是可以上到200万这样子的防御力的。OK 啦，这个就是国际版上面的体黑雾啦，我觉得是还不错啦，55%至少就是火力面上真的是很漂亮，一定会有火力，55%都会有火力，然后被打够次数，那么那个彗星也是可以炸得出来，这个就简简单单来应用啦。虽然说就一样啦，之前讲过了，没有减伤，没有全防，没有回避，但它还是不错的，它还是不错的。OK 啦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